这里是亲近农场，现在拍摄的地方是景观步道。那景观步道往下走，会有一个地方可以拍得到这个老英格兰庄园。那这个焦距要一直往前调，调到最远才看得清楚。如果是专业级的摄影装备，用巨炮就拍得到。人很多。你很讨厌杨妹妹？没有。好，我再拉一次哦。落雨松。好，以上。